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我是郑钧，欢迎收看股市将军。台北股市今天没有什么变化，成交在600亿以下，590几亿。那怎么样看这个大盘？到年底到封关都是这个样子，那我个人的认为呢，不上不下，它也不会有太大的挑战，也不太可能说马上冲到9800、9700、9600，这可能性非常的低。现阶段你只要按表操课，你就赚得到钱。什么叫按表操课？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，你来股票市场多久了？你回答我。假设我们有缘分，你正在收看于老师的节目，2016已经告一个段落了，快要告一个段落了，剩下没有几天，你今年有没有赚到都没有关系啊。我再讲一遍，你今年有没有赚到都没有关系，重点是明年。你先回答我刚刚那一个问题，你在股票市场上你怎么赚钱？诚如各位，或许你有工作啊，那或许你就是靠股票，那你在工作上你一定有一技之长，你才在市场上你才赚得到钱。那如果你在股票市场你没有一技之长，你如果都是道听途说，东听西听，东看西看，我建议各位不要做了。你如果再继续做下去，你会越来越痛苦，你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原来是一场梦。因为每天一定都会有涨停板，每天都一定会有跌停板，但是不代表涨停板你都赚得到。但有时候往往跌停的那个股票被你碰到了，那你又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我先问各位一件事情，如果各位明年想要赚一倍，各位明年假设你想要赚一倍，明年有12个月份，你有没有开始去规划你想要翻身翻倍的计划？如果有，你赚得到钱，但是你一定要有方法，你绝对不能用猜的。那一年要赚一倍，那12个月平均算起来，一个月最少要赚10%。那我再继续问各位，问下去，一个月要怎么赚10%？你回答我。老师，一个月10%好像蛮简单的，真的吗？一个月要赚10%很简单吗？你回答我啊，一个月要赚10%很简单吗？事实上节目上常讲的，我不太喜欢用连接啦。什么叫连接？就把它接起来给各位看。事实上你看于老师的节目都会赚钱哦。我在第一天相对买的那个低档区的位置，我一定会在节目上公开。你看节目去买，你不会受伤啊。事实上你真的常常在收看于老师的节目，当我这边开始讲，你这边买这边买，你怎么买都是赚啊。那我也在相对的位置，我也跟你讲我出了。那我请问各位，有98.6块到129，这几%？假设哦，11月初10月31号你这么做，98.6块到129，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，出掉之后再买这一档股票叫光环，5天25%。那你有没有看过我的节目去跟你讲说啊，这一段大概30%再加25%，你有看过我这样讲吗？你看我节目我有这样讲吗？有没有？还是算张数，几张你又赚了多少钱？我从来不算张数的。我说过，你们看那个算张数的，那都小朋友节目啊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我再三强调，同一个位置
不可能同时出现几百张、几千张，大家都买在那个位置。你要有这样的概念，那你来找我，你一定赚得到钱。为什么？相对的低档区，我都会公开跟你讲，我一定会先跟你讲，我让你参考都没有关系。或许第一根你没有，你没有上到车，11月17号，但是这个你买得到啊，你也可以参与啊。当然后面我就什么，我就没有这么积极了。我都跟你强调，你低低的买，你一定赚得到钱。你看我节目，我每次在讲的股票，我每次讲完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相对的高，我还是会提醒你哦。相对的高，我每次要相对的位置，我都会叫你什么，你不要做什么，不要做追高的动作，你就赚得到钱。哎，真的呢，我几乎每一档股票，我讲完在相对的位置买，我也跟你讲，那我也说你猜对没有用。因为你猜对你又不买，猜对没有用啊，那创新高没有意义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每天看啊，我请问各位，我也跟你讲，我都一直买，而且我一直跟你讲，那你看本节目本时段去买，你会不会受伤？就算要出，我也很鸡婆跟你讲，我先出哈，我先出一趟，有吧？这些都有跟你讲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宜特好不好？这边有个缺口，哎，我出掉了哈，我只是哈傻秘书，你看我节目，你有去买的，我来帮你追踪一下。这边有个小缺口，这个不要破哈，但是不用太担心，投信外资他们都没有走，都爱美照哦，你不用太担心。那如果投信外资开始什么出现大幅的卖超，那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。为什么我这么鸡婆？你有没有发现我都帮你追踪股票？哎，你又不是我的客户，我都帮你追踪股票，哎，你去哪里找这种老师啊？你每天看那个遥控器转来转去，每天都涨停板，你看不腻吗？你参加过几个老师的？你讲讲看，你参加过几个老师的？很少像我那么鸡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我都讲过了，我说这边你要让它冷却，有没有？啊，冷却完，这一条红色的线叫月线，它没有破，哦，它没有破。那我写这个外资，这个是假外资啦，哈，这是假外资。为什么我都知道？这不是真外资，还假外资啊？但是人家还很用力在买，所以你要跟我做，买全新的这两档，圣诞节快乐，有没有？这两档股票。都开始赚钱喽，都开始赚钱喽。你有没有来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每天这样跟你讲，我跟你交流，你马上都没有感觉呢。来，你有没有来拿这两张股票？圣诞节这礼拜哎，还有三天哦，还来得及啦，没关系，还来得及。这两张股票见者有份，限时限量，每个时段三个名额。哎，我不是招揽客户哦，我们的工会、金管会、大主管他们都在看我们节目时段，我们不是在招揽哦，我只要告诉各位说，如果你有用什么用自己的一套方式在什么在挑股票，你不要太理会大盘，大盘真的不会有量的啦，你放心啦。你有没有猜到？哎，有人猜到嘞。这是二度背离。我给各位看一下这张股票，这张股票我已经讲过了哈，我八月份就操作过一次了。8月2号它实施库藏股5000张，实施完之后马上来一个跳空缺口，然后一路就不回头了，就往上冲，不多40%，又来了。老师你怎么都知道？它又实施库藏股，今天跳空往上涨。跳空哦，跳空直接往上涨。那为什么要强到这？我先让你看一下这个，这叫外资卖。你看，越卖呢，还没有下去耶，上来。所以你要懂啊，但不懂没有关系啊，你跟我做啊，这不会飙，但是比较容易会让你赚得到钱。我都是用方法，
而且我是做我熟悉的股票，我熟悉的股票，而且我是这样做哈。各位正在收看的会员朋友们，我对你们是要有交代的，要有责任的，因为我很讨厌，我很讨厌我正在讲的股票你都不知道，我正在讲的股票我说赚钱你都没有，我很讨厌这种感觉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我希望我在讲，我说赚钱大家都赚钱，开心啊，不是很棒吗？你刚刚看我讲了那么多股票，我讲了宜特，讲了泰硕，讲这些股票，正在收看的会员朋友，有没有带你实际上去操作？还是我乱讲？没有啊，每一档都实实在在啊。我说过我的节目时段，每一档股票我没有在论述绩效，我每一档股票都是实际上带我每一个客户、每一个会员朋友们实际上的操作。那这一档呢？你有没有猜到？你有没有猜到？我今天来讲一些它的基本面好了哈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这档股票，哎，你们应该有猜到了哈，还蛮好猜的，这股票不多啊，很好猜啊，底部开始爆量，低档背离。那我今天要稍微哈解释一下这两个，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写了一跟二？我要来说明了哈。其实有很多观众朋友常爱收看于老师的节目，那你们也自己开始学会去找低档背离。可是我要告诉各位，低档背离，它如果底部的那个哈那个附近那个位置，它是没有爆大量的，那你要三思一下哦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。你或许是用软体在挑股票，用你的技术软体去挑，哎，这也是低档背离。那为什么我买低档背离赚不到钱？为什么于老师买低档背离，他每一次买低档背离没有失误过，每一档都赚钱？你记不记得我有在讲万润？来，先看万润好了，先看这张字卡，11月16号，我有讲了两只股票，两只，先看一下好不好？先看万润。我给各位看一下哦，因为我们在操作上哦，来，11月，来这边啊，来加低档背离。我在11月16号，我讲了两只股票，还有另外一档股票，哪一档股票？就是它。11月16号讲了两档低档背离的股票，一档是万润，一档是阳城。如果在本节目时段没有讲阳城，随便你。我如果没有在本节目时段讲这两档股票，一档是万润，一档叫阳城，我随便你。所以没有失误过。那我说，哎，这个你不要错过啊，因为我刚刚再三的强调，它那个背离的那个位置，它底部它是要有量的，如果假设背离是没有量的，那你要放弃，这样懂吗？哦，今天又多学到一点东西了哈。来，我说它低档背离，这叫低档背离，底部有量，接着看下去哈，看一下它的基本面。我说它前三季，这我昨天讲的哈，前三季赚2.3块，重点不是前三季，重点是它十月份一个月就1.32，老师真的还假的？这不是我写，我给各位看证据哈。这是公司，这可以放大一点没关系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公司十月份字节1.89亿，再创历史新高。单月的 EPS 1.32，那我再让你看一下。它有这些东西，它真的是高门哎，高门到期，来给各位看一下，它的事业版图有这一些，它专门是做什么？做婚礼会所、婚纱、购物网站、餐饮，重点是在这两个跟这个。那我先讲这个，来，我先让你看呢，这一家公司
这一家公司，上海婚博会的订单，为什么我打三个问号？打三个问号，我又问你十二月的营收，我又打了三个问号，会成长几趴？他是专门做婚礼的，在中国大陆市场，所以算寡占的市场。那我要这么说啊，现在人可能不会生孩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不会生啊，抱歉，生一个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不可能不结婚嘛，对还是不对？应该没有错嘛。所以呢，这一档股票除了这个之外，它还有做一个，这个叫幸福商城的购物网，你们有空自己去查哈、哦。这我也没有办法讲那么清楚。那我先强调哦，它的股本才3亿，可是明年这个购物商城会进账大概5亿，那请问会增加多少 EPS？ 你回答我。所以于老师在做股票是交叉比对再比对，而且这档股票我说过了哈、哦，它跌了一大段，跌了一大段。相同的位置，修正一下，不相同的位置，今年可能会赚的比去年要多一点点，但是它一上啊，一上市柜的时候是180块，它一出来就180，现在呢？现在股价非常的低，不到这边的一半，不到这边的一半，但是营收又创历史新高，单月1.32，我请问各位。再让你看个数据好了，你刚刚看到这个，你要把它记下来哦，你要把它记下来哦。明年它这个什么，它这个幸福购物商城5亿的进账，股本才3亿多，这会增加多少 EPS？ 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就会赚钱啊！你们都有猜到，你们都猜他是做婚礼的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可是我比你更厉害，是我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，所以我才敢叫会朋友们重压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跟于老师操作，你跟我操作，我不知道你是来拼的，还是拼爽的，还是拼什么样子的？每天在那边追涨停板，有用吗？为什么不滴滴的买？我想请问各位，你滴滴的买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？你当然今天去追涨停板，你也很开心啊，我知道啊。那你在这边买跟这边买差很多哎、欸，同学，差足多呢，差足多呢。我希望你来找我，因为这两档股票还有3天。我希望后面这3天你会很开心，一切都来得及，你放心，你交给我，一切真的都来得及，你不要想太多，我会尽量帮你的忙。那今天有到。今天有一档新的标的，哎、欸，这个很棒哎，看得都有点兴奋。不用放大，没关系哈。我利用3条均线、5日线、10日线跟月线，3条均线纠结往上，而且是带量拉一段，涨85%。3线纠结，均线带量突破一拉，涨114%。啊，你想不想要？我先告诉你哦，它的业绩大幅成长。大幅成长，比去年还要好很多，好很多，好很多，又来了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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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你相信我的，你电话拨通，明天开盘，我让你买这档股票，因为我知道旧的你们都很不喜欢买旧，我会觉得很奇怪，只要涨上来，先跟你预告，可是跟你讲还会涨，还会涨，你都来得及。可是你们偏偏是喜欢新的，我有准备好。你把电话拨通，我会让你开心。你再看一遍，除了这一档之外，这两档都来得及参与。你一定来得及参与，你一定来得及参与。把电话拨通，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让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
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走得越远，就越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曾经梦想要拯救世界吗？想改变自己吗？那就朝向世界出发吧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继续帮各位追踪股票。来，永杰涨停，然后呢再创新高，今天再创新高哦，再创新高叫什么哦？你自己知道哈、哦。哎，这个股票不错哎，它是做你知道吗哈、哦？可饶式 M 类的那个什么材料，再来。光环，这边买，这边卖，再做第二趟，继续赚。这一档是新的标的，你一定猜不到，哦，你一定猜不到，很棒，再创新高，谢谢。包括明哲讲的，明哲预告的哦，我说一个月后来见真章的哦，我们每天跟你追踪下去，来，你不喜欢的啦，三商。我说，股价是3块合理吗？前三季就赚3.3块了，加第四季会不会赚4块钱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为什么卖资那个外资买一堆，外资一直买，23块合理吗？怎么会合理？买不停，他买不停这外资在干嘛？你看今天，越买越多啊，越买越多，这个都超1000张同学买这么多，买这么多要干嘛？在明哲跟你讲的哦，我说过一个月后，我是什么时候跟你讲的？我是礼拜五，好、哦，一个月后我们来见真章。这两档，这两档，这一档，这一档是这一档，底部爆大量，低档背离，时间不多哈，快速带哈，底部爆大量，低档背离，十月营收创历史新高，前三季赚2.3块。十月单月1.32，高门独七哦，高门独七，这是他资料。他有个幸福购物商城，股本才3亿，明年大概有5亿，请问会增加多少 EPS？ 他是做婚礼的，12月10号上海婚博会订单有没有很满？那我请问12月的婚博会，那12月的营收会成长几%？我写3个数字。跟我做啦，来，这档股票也是啊，这档是哪一档？这一档就是这一档，这一档股票我8月份就做过一趟位置，同样的位置哦，我8月份也是在同样的位置买，因为当时我知道它实施库藏股，这个位置涨上来1个多月涨了40%，同样的位置又来一次，一模一样，外资卖不下去，我先给各位看，外资卖一坨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会不会在3日之内，外资都没有买？你刚刚看到数据都没有买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在3日之内由卖开始转买？
会还是不会？会还是不会？老师，你这么笃定，跟我做啊！你要找有霸气老师啊，不是每天讲涨停板，跟我做来，还是来得及哈。先祝你圣诞快乐，还有三天，真的都来得及。明天买你都来得及，我再讲一次，明天买一定都来得及。还有这一档全新的股票，只要把电话拨通，让你带回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地震了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Yeah.